拍张出来试一下。 来着，右手撕一下，这样撕啊。他是问说，证明这个是。我们能不能弄个小一点尺，更好的这个位置，不要放这样散。角度反一下嘛。哦，可以调整的是吧？咱们农村的这个角度，根据你标签的大小或者位置是可调的。来试两下，证明这个不是纸，拉一下，然后拉对。好好好。